最狂的手机游戏《创世破晓》上周末在高雄举办了《创世英雄》见面会，吸引了超多玩家来参与天梯挑战赛。最重点呢是安娜我主持的哟，到底还有哪些精彩的节目呢？赶快来看看哦！由居妹游戏推出的手机游戏《创世破晓》，上周六在高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玩家见面会，祭出有拿有玩有表演看的丰富活动，吸引超多热情玩家到场。由于《创世破晓》与音乐串流平台新音乐合作，活动开场首先由新音乐合作艺人登台演唱，让现场玩家听得如痴如醉。随后天梯 PK 赛开打，现场的祥和气氛随即转变为紧张刺激。当舞台的比赛打得火热时，超高人气实况主杰哥则是惊喜登台与玩家互动，并为冠军颁奖。当天参与的玩家全数都获得了独家限定的创世有你称号，作为最美好的回忆纪念。未来想看更多精彩的活动报道，别忘了锁定电玩宅速配的频道哦。